没洗脸。嗯，还没。找我干嘛呀？徐总监，对不起啊。我不想再听对不起了，下次再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，你自己想好怎么办。你修改过的资料我已经学习过了，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我下次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回家睡觉去吧。我不回家。不是，我不困，我刚才都睡了俩小时了，还有可多活没做完了。那就去刷个牙，洗个脸，吃个早餐。没事，我不饿。职场精神面貌很重要，身体更重要，懂？那我先去洗个脸。我这儿没水。是你们部门员工今年绩效考核的材料，财谁不财谁，给你做个参考。你又上我这儿来翻东西，我老公给我买那点东西全让你吃了。巧克力呢？你老公这表现不行啊，不补货呀？巧克力都不给续上。怎么样？心里有人选了吗？没有，我一个都不想猜。你犯难了？你很兴奋啊？少见呢，这人都是我一个一个招上来的，手把手带的，你让我裁谁不裁谁呀？又不是搬家断舍离。那就从业务能力差的裁起呗。叫那小何呀，整天莽莽撞撞的，我好几次在洗手间碰见他在那刷牙洗脸，弄得一地水，我都不好意思说他。他那是加班，在公司整宿整宿的加班。整宿整宿的加班，那还是业务能力差呀？能力没问题。那就是你们欺负他。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不是，这能力呀是一方面，努力也是一方面。努力也是一种天分呢。错，努力是一种品质，或许说是一种选择，也很可贵的。哎，我给你说个正经事儿。今天公司都在疯传，说那老张把房子给卖了，好像是说拿钱救公司。哎，你说他老婆能同意吗？可谁知道呀？或许是在帮我裁员，故意把消息放出来，打感情牌呢。你想多了，我看他拿房本走的。哦。哟，那我得抓紧了。哎，你也抓紧啊，不能再缓缓吗？那我说了不算呢，吃的续上，巧克力都没有，自个儿找老公去。我得找着啊。